传统名菜松鼠鱼，您吃过吗？将处理干净的草鱼切去头部，从背部切开，片去脊骨后，剔去片去胸骨，先将鱼肉正方向打45度斜刀，在反方向打45度斜刀后，放入清水中洗去鱼肉的血水，加入葱姜、盐、鸡粉、料酒、香油，抓匀后腌制15分钟，碗中加入番茄沙司、糖、盐、白醋、清水，少许淀粉水，搅拌均匀，兑成料汁。将草鱼剪去葱姜，均匀地拍上干淀粉。拍好粉的草鱼五成油温下入锅中，反复浇油炸至金黄成熟后，将草鱼捞出控油备用。另起锅烧油，倒入料汁，熬至浓稠冒大泡后，浇在鱼身上即可。